干活了吗？真的啊，包裹，包裹啊！哎呦，乖乖，好好干，听到没有？好好干，听两兄弟，不好好干，今天我是没饭吃。给你们拆砖干，超好干。他把你全部都扔下去。姐啊，他全是在玩，不是干农活。这玉米长蛀牙了啊！玉米长蛀牙，你看。哎呦！看那个先把那一口包袱抹完，我们来比赛一下。我们没播，我们都是鸡吧，我没播这玩意儿。不行，快点加油哦！我们马上要完了哟。我们这边要是炒的话，这就是要去拿它。搓，手搓玉米。这有那专门放一个玉米的机器人，用那搅搅搅。哦，我知道，见过那个了。你看见毛巾吗？真的把我脑红了。我把觉得陈晨上辈子是一个搞笑男。搞笑艺人小晨晨，哇，你脸好红啊，像红屁股。热呀，太热了，还好那阵有风。如果你可以给我抱到冰箱里去的话，我降温应该会更快一点。我还想进去呢。哎，重大消息，不仅喊我名字不喊哥哥，小笨蛋，要宝宝了，宝宝委屈了嘛？是不是被哥哥说了？你干坏事你也委屈了呀？我有，我鸟，反正是为姑姑的。进去了，哥，下次再喂回这里吃玉米，那我不敢。笨蛋，那个玉米不是吃的，那是喂。鸡窝儿的，这鱼干了，你怎么吃也啃不动呀？你先走。我明天走干嘛？啊，你先走。那该上。小少爷。总理，开门。开门，大哥呀，开门。是吗？开门。呀，总理好乖哦，听叔叔的话了。那先试一下呀，那先感觉要好看点。哦，那先量个啥些？那件好看。三件事啊。看叔叔，我要是买了那件好看，我怎么穿的？八百一件，今天都裤子。你宝，跟着哥哥听你们，你蓝色好看。蓝色比那个蓝色好。哎，我也喜欢蓝色的呀，我也喜欢那一套。你两套？啊，每个套。对呀、啊，我就是有了呀，所以不买了。但是我觉得那个颜色夏天看到好清凉啊。对，嗯，那个就比较清。你们再买一套吗？不买，我都不要，买那么多有没用？要不那个都一天一换嘛。衣服，谢谢，我们帅气男孩子。可以，那你胖去，试一下嘛，冷一点再穿。